大家好，我是小辉。昨天晚上我煮了点豆子，今天早晨做成豆馅儿了给他。我想做点粘豆包吃，从没做过粘豆包，头一次哈，看成立不成立。想做那种，就是做那种江米面的吧，因为我也没有那个黄米嘛，啊，人都做黄米面的，我也不知道成不成功，反正就寻思着做吧。从来，他那玩意还得发，我也不发，我就直接把那面和吧和吧就包。从来没做过粘豆包，光吃没做过。光吃粘豆包这些年，从来也没有做过粘豆包。这回我自己想做点儿，但这是我用黑豆和红豆两种豆一起做的豆馅儿，好吧？我做的豆馅儿，你先说成不成功？成功，好吃。其实，在城市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买现成的来吃嘛，所以豆馅儿自己做豆馅儿都做不太好的哈。要不就水多了，要不就水少了。和面了，糯米面蒸一下。糯米面必须得蒸一部分。面揉好了，就这样了，行了。面人好就不咋粘了。也粘，就是，那不那些粘的和不粘的混到一块儿了吗？好了，醒一醒，醒一醒。哎呦，咱俩上山呢？上山，打上山。柴去啊，还是溜达去？你说打柴就打柴，你说溜达就溜达，听你的。咱先出来看一看。行，那个一会儿包啊。回来再包。哎，你说咱俩底下搁个苏子叶吗？搁树叶也行。那咋地都行，咱树叶也有。行行，开始。天气一好，好像就有点在屋待不住的感觉了哈。那面揉完了，让它在那醒一醒。晚上咱俩再包，啊，今天晚下午咱俩出来上上午山。我和大春俩去上山上打柴，打俩小时柴回来哈。对。天气太好了，天太蓝了，你看那天有多蓝，一点白云都没有。哎呀，不冷。不冷，有阳光就灿烂了。两捆柴一会儿就打完了，但是我要拍拍这下午的景色，这下午的景色村比上午还要好看多了哈。上午和下午的景色是不一样的，是阳光照射的不一样，所以你看起来这景色是不一样的，太漂亮了。专车回家呀，再待会儿，再看一看。好，豆包蒸了。都简直漂亮死了，太美了。换到霞光。进我们屯子喽，这就到家了。哎，咱俩先去看看，把鸡喂了，现在2点。早不早点？早点哈。那我去看有没有蛋吧，好不好？去捡捡有没有蛋。这两天天气暖和了，我家鸡也爱下蛋了，一天能下两个蛋。老鸡下蛋真是不行哈，但是养着吧，舍不得杀。是，尤其那小黑鸡都养了2年3年了，这就。
我去看蛋去，你去不去？你后背都湿了。鱼让那里都出来了，这咱俩的兵，这是一个小黑心呢。有蛋没有？有几个？两个。你看现在每天都能下两个蛋了，好幸福啊。但是是这样，你看这两个蛋有多大出，你看看，是超级大的啊。一天能一天下俩了，六个蛋，你一天下两个蛋我都这么满足。今天给我家兔子吃大面瓜，一人一大块，一人一大块啊！哇，真爱吃！看这只小兔子吃，这只兔子可会吃了，它昨天都先吃瓤瓤吃。是，这瓤瓤最馋这个。它先吃瓤瓤，你看它不啃，它先吃瓤瓤，你看。你说它最尖哈？最馋。长得最小，看这只，你看这只吃的，这只就不会吃，你看就啃呢，你倒是先吃瓤啊，快啃吃吧，啊不说你吃吧，吃吧吃吧吃吧。打完柴回来赶紧包豆包，看我包的好不好？这回我可会了，得给他们挨上哈，什么东倒西歪的，还不能整大劲儿了都。还不能挣大劲儿了呀？对，挣大劲儿趴下了，人家告诉。妈呀，都怕人家笑话。你说人家都可会做了，咱也不会哈。你寻思这玩意儿还能不会做吗？但你看我这做的挺好吧？挺好。汤圆也是这么包的。哎呀，岁数大了什么都会做了。其实呢，我感觉就是懒不干，要是干的话什么都能会干，你说呢？对。很快就包完了，这回包的好了是吧？我这底下垫的是苏子叶儿，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赶紧放锅里，锅都已经开的哇哇的了。哇天，水多呀，出来。多盛出点，盛在锅里。得这样。天火，大概你说这个大概也得蒸多长时间呢？像蒸干粮似的，10分钟保证好。10分钟就能好啊？对。那蒸干粮还得蒸15分钟啊？这个保证10分钟就好。是吗？啊，这个先蒸点儿似的，再加点儿。能好了，说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哇，好了好了，大了完了大了，又整大劲儿了，妈呀，努力，好像又整大劲儿了哈，哎，你要不拿抹布吧，春儿，拿抹没拿出来，这么挑顺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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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哇天，好大一堆。